我男朋友端午带我去丽江玩，我们拍了好多照片，你看这张他好傻。我男朋友昨晚偷偷给我新朋友购物车，谁演你呢？他呀，他只有闺蜜，太幼稚了，现在的闺蜜情谁还信啊。给你点的你最爱吃的零食，记得五星好评哦。袁小姐，请先收你的快递。哇，这是我早就想买的美的榨汁机，多功能料理组合，搭配微细网孔，我现在都可以榨西瓜汁了。多芬洁面泡泡套装，这个补水清洁效果很好的。飞利浦的电动牙刷，我记得这个 3D 立体的刷头清洁牙齿曲线和口腔特别好用。这些都是大牌，买这么多要不少钱吧？这些都是唯品快抢商抢来的，他们都是品牌直接合作。